起来痛不痛啊？苹果。苹果。安素限时加码，一罐买二送四，随身瓶。倒下去哦。您现在收看的是 SCT 三立新闻，专业是推荐，抗雨首选 FM33 逆倒下去哦。就在天气方面一起来关心，那以今天来说它是受到这个北极的影响之下，所以呢大家可以发现，尤其像在北台湾呢，还有在宜兰，雨势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甚至到入夜的时间。不过呢在明天开始新的一周，天气方面是如何变化呢？透过图表我们也帮大家来做统整。明天这一天呢，这个稍微是减弱了，七轮吗？又直到了周二，七九九。气球球，球把它当作椅子坐，哎，先生啊，买在这一样呢。坐球球，哎呦，太高了。坐球球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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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蚊子。消费者买了冷暖风扇，没有装装，冒出了白烟，还有高烟。明明还在保护期，这业者却消极不管。妈咪。冷暖灭风扇狂冒白烟，还飘出阵阵燃烧。死掉了。味道，消费者刚。死掉了。好了。这种景象简直。没有了。死掉了。被阿公打死了。先把暖气开着，没想到。那边是个了。地图师啊，谢谢姐，祝谢姐哎！哎呦，哎，我看地图师，看讲，一个蚂蚁啊，我个怕死啊！地图师就救姐呢。就救姐呢嘞！我看到你走。新机一台新的给消费者，只能给他优惠价格再买一台，这让消费者非常不高兴，让处理态度。